约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十八节。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三节，恁中间一撮有智慧见识的啊，就着用智慧的温柔，对好的品行来显明伊的所行。恁心内若藏恶毒的妄妒甲三尖，就无伫夸口，无伫白贼来立真理。这号智慧毋是对顶面来的，是属于罪、属于黑气、上鬼的款。因为伫甚物所在有妄妒甲三尖，就伫遐有了乱甲一切的歹事。独独对顶面的智慧，一是清洁，要的是伫和平、温柔、好相容。有人民甲好的家己满满，无偏袒，无假好，各伊的家己是在伫和平，甲好惊和平的人来接。圣经读到遮，愿主赐福予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下面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，伫雅各书第三章十八节，咱做阵来念台语。各伊的家己是在和平，甲惊和平的人来接。我们一起来念华语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因果。圣经内底讲，因为恁的财宝伫遐，恁的心也未伫遐。甚物是咱基督徒上大的财宝？咱要请圣歌队来甲咱讲。